辛苦了，点爱心点太多了吧，超猛哎、欸，超猛，真的超猛的。开到一瓶，闻起来像清洁剂，喝起来像清洁剂的可尔必斯，那就是清洁剂吧？对啊。那我是真的没喝过，闻起来像可尔必斯、哎，喝起来像可尔必斯清洁剂啊！左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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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放烟的放烟的放烟的，呜呜，没有。刚刚我屁事，你这个角度看不到。所以现在去哪里？就拿怀表的照。哦，好。怀表上面。哦。啊！你打这一次打了。四次了，说没知道，机关枪的，哎呀，哎呦，哇哦，还有吗？还有。跳上干嘛？跳上啊！跳上啊！不见了！这里有只。上去吗？飞上去。掉了。有一只在石头后面。啊！我下来了。要把他拉去，靠！拉上去，来这里。啊！哎、欸，你怎么了？我被小怪偷袭。哪里可嘞？我跳窗跳到一半被后面捅刀。为什么跳窗嘞？我是跟在不知道谁的后面跳窗，在我后面啊，可是我就跑掉了、啊，因为我帮你挡刀啦。感谢酱汁续订。我是这样，其实是要消耗你的龙心用。好哦。那今天消耗你龙心。哎、欸，打错人了，北七啊！打错了。不是我的、啊，不是你，那不是谁？我没开枪啊！不是啊，你说消耗龙心啊，我帮你消耗啊。每次都不是这啦，被你打到，你看你刚打我的头。为什么你扣的比较多啊？你防御多少、啊？不是，我刚刚一直都没有补血，我一直都这个血维持到现在，哎、被你打成这样子。该克隆星的，想死吗？你直接跑过去吧，我们这边打了好几轮，好几次了。对啊，我在刷钱呢、欸，刷到快，刷到超多钱的嘞。顺便赚经验喽。来，对啊，练等刷钱。这个都没有类似那种手榴弹、那种拔蜡之类的东西，有就完蛋了呢、欸，我觉得啦。有时候一群的时候，要死一起死吗？你下为什么？怎么了？又跳窗了？怎么了？干嘛？不是我啦？你的武器怎么？
没事。狙击啊！这把是狙击啊！在干嘛？在干嘛？在干嘛？怪怪的啊！听到不知道哪边的声音。耶！哪边的声音？哪里的声音？哪里的声音？游戏刚开始的那个动画音效。你说你是开了两个游戏啊？你是？可是我看我这边只有一个啊。你是不是现在延迟才开台啊？你也延迟太久了吧？安，好可怕、啊，好恶心哦！好可怕，好恶心。来，停一下。我、摸石头就有。好、没了。可怕、啊！要走，走上面吗？上面。走到后面去吧。后面这么过得去吗？过得去吧。哦，你们那边。为什么？市长，不做市长。哇，你用滚的就好了、哦。用滚的就可以撞坏了、啊，只是用滚的有时候你会变成翻过去。哦，也是啊，然后又卡点又几句了。有比巴拉更猛的东西，有人说后以后有比巴拉更强的东西耶、欸。哦、红心巴勒，红心巴勒，的确比巴勒更猛一些啊。巨龙炼化，嗯，现在你们在点爱心，当作在练钢琴 ，what？ 哈？你就点一个键不是吗？哎、欸，这边这里是，这里是哪里？动脉啊，动脉、啊、就是打那个啊。这边也去过了。我们就是打完之后出来的啊。还是要去打完那个风狂草嘛？对啊，还是应该要去问那个啊。我们再绕回去。我们从风狂草另外一边出去看看。啊！等一下，你叫的声音，你刚才叫声，你有听到吧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啊！干嘛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但我这个脚不是我。我要补血啦！啊，要啊！我没拿那个包子签，补血。补血，快死了！走路看路啊！你们啊，你们没有走到一个下水道，因为有个下水道是，我好像也是随机遇到的。它地上都是地雷陷阱，然后就是我就是不小心走到的时候，全身都是在烧。然后可是解完之后可以得到一个成就跟一个。一个装备哦，嗯哼，对啊，没有看到，没看到。这边我们是不是探完了、啊？是不是我们要找隐藏的之类的、啊？完了，卡点了，要再刷一次那个机关枪的了，好可怜哦，他十几次，干又要加班，然后拿起来，又是，那一个又是啊，怎么达不到你呀、啊？我好气呀、啊！这里走完了啊，这里我们已经探完了。走完了、啊，是迷路，现在不知道去哪边了。对啊，哎，这边才是过来的点呢、欸。这好像才是过来的点呢、欸。所以是走这边对的吗？不知道、欸。I don't know， 看看有没有紫色东西。睡了，明天要上课。好休，不是休，有毒。晚安，要休息晚安。生日快乐，是自己生日快乐，先打名字叫生日。哇，好聪明哦！生日快乐啊！聪明。啊！啊！啊！
哎呀喂啊，他是枪飞出来的吗？Holy！ 我去子弹，干什么东西？好多大枪子弹啊！你后面啊？后面有了大枪子弹没人捡，没关系。拿小枪。捡起来没关系。 看起来没路，那这哪里有隐藏道路啊？哦，嗯，打 boss 有毒的，哎呦喂啊！哎呦，喷毒的，哎呀！ 快死了！我们绕一圈回到路口了，回到最初的起点。哈哈，到底是哪里嘞？对啊，卡音了，完蛋了！完了，还好在这边卡音，不然我一个人卡音，我真气死。<笑>嗯。 一直找不到路，对啊，这出去是哪里？就是从最右边。我觉得很有可能。气气气！哦，气气！就其实是一个循环这样子，一个通一个。其实不是要在这边找，要在另外一张地图，然后我们在这里捞半天。啊，哪里搞的？ 我们从另外一边上出来了，我们从上面出来了，我们刚从右上来到左上，对，哇塞，打金阳哦，所以右下，这上面这两个确定是没有了，下跟左右，左最左边是我们来的地方吧？所以下或右下嘛，右下我们去过了，下是那个外副本，然后就打那个树心的地方。 哎，啊，今天大家伙怎么没有上班？哦，在外面。哎，上班辛苦了，没台风假。哇，就这样子。哎，看好要打我啦！我看，看事。 <笑>所以现在要往哪边？还是要回去对话可以讲？还是先就到这边吧。好，也行啊。啊！不要说我屁股。反正在这边刷水晶的。啊，好强！ 啊！后面有爆炸。 小房子里，小房间里，小房间里，小房间里。我在你后面。啊，痛！我吃个补。你没看见我在角落。我被感染了，我回一下哈。干什么？炮枪，炮枪！还来呀、啊！ 那就找到水晶，结束这回合。走到水晶，走到最右边的水晶，结束这回合。最右边吗？左边有个近的。好好好。用爬的过去吗？记得是不是要走打树人的后面？打树人的后面。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是走反走回来的吗？ I don't know。
好啦，今天到这边啦。好啦，就这样子咯。Hello， 我把你们传走。Hello，把你们传走。 这是哪里啊？哪里？哦，传到那个。哦，所以这是这边哦。这边叫什么名字啊？我看一下，他好像叫什么谁的隐藏点啊？有人在上面，我没办法讲话，我们要看传点。等下，你什么对不对？你对你什么的传承处？是他爸，因为他的名字。 嗯，好了，今天就这样子啦。好，拜喽。好吧，那就到这边啦。谢谢大家，再见，晚安，拜拜。拜拜，我们礼拜六见啦。没关系，没点到一万爱心。好啦，我们就今天到这边。 就这款游戏真的是很好玩啊，耐玩成分还蛮高的，只是现在卡关了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那因为要戏打不踢，我礼拜五一样不会开台，所以就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，帮我点个订阅啦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风之谷有活动，记得哦。拜拜拜拜拜拜。我知道啊，雨很。 有台风啊。